11月5日，正在西班牙与老公宋仲基一起度蜜月的宋慧乔在社交网上载了一张老公视角的嘟嘴卖萌照，就是这张照片引起了大家的猜测，就好像全世界的网友都化身侦探，将双宋的相处模式以及宋太太有没有怀孕等等都谈论个够。照片中可见双宋在西班牙的餐厅吃饭，餐桌上放着三个酒杯，不过其中两个酒杯空空如也，而另一个靠近宋仲基的酒杯应该装了白酒。此前有消息指乔妹怀孕，而她穿着婚纱的模样确实比之前圆润，微微发福。不过她在婚宴上穿着十多厘米的高跟鞋，还小步跑送宾客，向来爱护她的宋仲基也没有任何搀扶的动作，所以一点都不像怀孕的样子。回到乔妹的蜜月照上，向来爱喝红酒的乔妹竟然滴酒不沾，难道真的怀孕了吗？也有网友反驳，指可能因为乔妹刚刚喝完酒的关系，杯子才会空了，并不代表她真的怀孕。